今日要同大家推介咧係2196啊復星醫藥啦。咁啊早前咧大家就炒一個概念啦 ，CART 啊就炒到金絲穗啦。咁啊要留意翻啦，呢只復星醫藥咧都係同樣有呢個 CART 概念嘅。咁佢就喺今年年頭啦，就同一間美國嘅生物科技公司咧 ，Kate 啦就成立咗一間叫做復星海特嘅公司啊，就專門咧就係研究翻呢個 CART 嘅療程嘅。咁啊金絲穗咧就做咗啦全國第一間咧去遞交一個審批嘅公司啦，咁啊但係咧仲未得到一個叫做落地獲批嘅，即係叫做公開可以一個商業嘅售賣啦。咁啊呢個時候咧就係金絲穗同埋復星醫藥爭啦。咁啊除咗呢個 CRT 嘅概念啦，咁啊其實復星醫藥咧都有其他咧都係賺緊錢嘅項目㗎，包括咧佢又啱啱算咧同美國一間生物製藥公司咧就簽咗一個關於腸道藥品的技術啊，咁啊除咗腸道藥品啦，仲有好多藥咧都係等緊審批嘅。除咗藥之外啊，仲有醫院項目添啊。咁啊早排咧就睇內地啊自貢市嘅精神衛生中心啊合作咗成立醫院啦。咁啊相信咧啲咁多元化嘅概念咧，就對呢個復星醫藥咧有個長遠嘅利好作用啊。咁啊建議投資者咧就可以做一個中線嘅部署先嘅。咁啊見到咧復星醫藥現時嘅股價方面，又已經係大成交配合之下咧，做個破頂啦，可以留意翻現價46.2咧，做一個買入嘅部署啊。目標價睇到52元先，咁啊止蝕價方面咧，咁就如果突破不成啦，就42.45咧就突破位啊，再向下咧止蝕就要睇埋38元啦。